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，两年之内慢慢愈来愈坏。嗯，骨头和肌肉融合了，神经没法治好，痛啊痛得一塌糊涂，逐渐脚不能动了，也不能提起来。嗯，我除了坐在椅子里，就拿棍子撑着。我床上有个吊车，像吊猪一样，从车子里吊上床，从床上吊到车子里。对，那一段是岁月，到现在也三年了。嗯，倒不怎么难过，最近难过是看着世界的局势，实在难过。形势越来越坏，美国跟中国的对立，还有呢，尤其叫我心里一直挂心的痛的是大陆跟台湾，一个是我生的地方，一个是我长的地方。这种情感如果情绪很不好很不好，身体就大受影响。嗯，每天晚上，尤其最近，惊惧的心，瞎了的心，就等于年轻的时候，天天就房子轰炸，不轰炸的时候也惊醒，恐惧的心。92岁，随时可能完蛋了。嗯，我该做的事，我不要耽搁。嗯，尽量做下去。我记得4年前您跟我说要为长民写作嘛，嗯，其实您这3年其实通过讲话各种都是在跟长民在交流嘛，而且是个很大规模的一个，是，嗯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您跟他们直接交流，您会觉得自己这些思考是的确帮得上他们吗？还是觉得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障碍？我想障碍是一定有，误解也有，甚至听的人故意曲解我。涂黑抹黑我也有，嗯，我跟他讲，我有这个机会跟自己同胞讲话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嗯，我为我的听众们这设想啊，嗯，我保持跟听众对话的机会啊，嗯，这几年来是做的是不少事情，嗯，我也愿意做，原因什么呢？我总觉得中国历尽苦难，这个痛伤啊，嗯，在3代人的心里啊，嗯，今天的青年人啊，嗯，这人已经什么本钱都没有了，变成是，哎，嗯，我为他们悲痛，我现在跟他们讲话，我理解他们也悲痛，嗯，他们悲痛的惊慌。嗯，他觉得不对，是我这几年的功夫，我最大的中心点是放在和他们，关于利害以外、金钱以外，还有什么？嗯，有人，有你自己，中国以外还有什么？还有外国，过去是对外国是惧怕，是厌恶。惧怕也罢，羡慕也罢，都不可观呐，嗯。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、想想？嗯。最后这本书我就特别在说中国为什么特别，全世界哪个国家在一个州里边占了最重要的一大片，但中间的画的自然界限，两条河两条山，
山不高，河可以渡，这中间都可以合在一块儿。这个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有这便宜处，而我们中国这么大一片，特别的地方是每一个地区的融合。你进来吧，进来你一百年两百年消化掉了，谁认不得谁是匈奴，谁也认不得你的那个先辈，而且自己发展了一套，不靠上帝，靠人。上帝就是我们人的理念，而不是人向上帝降服。向上帝降服以后，有人假冒上帝来骗你的。所以我拿盘古这个传说啊，做个解比喻。人家的人是上帝造的，中国的人是个巨大的人，叫做盘古。在他深深里边，山脉就是骨骼，河流就是血液，眼睛就是日月，毛发就是树林，而这个化成一个个小的他，就你我。所以宇宙跟人是一回事，这个比喻很好，很好，盘古的比喻。这个就和上帝造你天地是对立的，这个特色跟欧洲完全不一样。中南美我们不知道它的历史，因为被西班牙人烧掉了。北美的历史，新的历史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可是很不幸走向坏的结束。美国的问题是他一直以为他二战击败了德国，那欧洲挽回回来，他功劳大得很。中国话里边讲，晋国做霸主的时候，赵家的前面开宗的那两个，赵衰是冬日之温暖的，赵盾是夏日之难受的。美国自己他老记得冬日之是他的特权，他就拿着特权叫你夏日去烤死你，你还非得听我不可。那您觉得美国现在是夏日之日，那中国是什么呢？少年的躁动气。我这可见这个少年当年是个躁动儿。我是希望中国要拿着躁动儿躁动期过去成熟，至少有一点我已经看见好的地方了。现在人都吃了下饭来了，吃下饭来以后，人已经开始有自尊心了。也开始很清楚的觉得人跟人应该平等了。这跟过去不一样。过去穷人他没信心。这个今天你没看见。好，没有。徐老师您喝点水啊，谢谢您啊。谢谢。今天你不会看见有人躺在地上冻成个冻死，跪在地上问你给他一毛钱。践踏自己。今天没有了。这个已经了不起，使得人可以不因为肚子饿而卑鄙，不因为肚子而饿凶恶，这好的起点。下面我们要做的是要知礼。知礼什么？人跟人之间的对应相称、平等互惠的关系。我们要长明过这日子，顶头是天，扶起扶弯着头看着地，这种人。所以我的给人间观的观念就是希望这种情况出现。我们不怎么做的。孔子说天命是降在不是皇者身上，
是在人的人间。孟子说最可贵的道德，恻隐之心、仁义礼智，都是在你本心里边的。你看看山水画派的井旁边，你不是他亲戚，不是他朋友，不自觉的，你自动的会拿他抱过来，摆得远远的，或者吆喝说：“哎，你家的小毛啊，小心点儿，他一直在爬。”你不求他父母称赞你，不等来人奖赏你，你自然心里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孟子举这种例子，有许多都是自然心里出来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就构成了后来中国的儒家一直追溯的地，往里追溯，往里走，就找你自己，里边自己找出来的秩序，是个理性加感情一起在的。中国历史上这么多人物，那您觉得您的内心跟谁是最呼应的？最触动的心里的人啊，苏东坡。为什么呢？怎么讲呢？苏东坡心胸很宽大，他的心里饶有天地之间，他是不主张没收的，但他看见王安石的霸道的帮助，他不愿意。还有范仲淹，他的渔家傲，他在城上看着老兵守城，心病在哭的念家，月光之下羌笛吁吁的响，他那个悲痛，他岳阳楼记里头，在朝我忧老百姓，在野我忧皇朝廷，先天还是忧而忧，后天是乐而乐。范仲淹这话不是口号，而到最后最了不起的是，他创立了主产制度，小共产，我的主力互相有个社会救济，这个很了不起。从他以后，这个就变成南方都会做的事。我祖母会带着族里边的所有的年轻人，春天养蚕，全族里边的穷困的、艰难的、鳏寡孤独的，都有一定的津贴。这个制度，江南很普遍。我一再劝说，就是社区性的社会福利制度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，亲密度。可以维持社区自己的安宁和和谐。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隔壁端个水果给我们，说你们吃点水果，坐着聊聊天。现在没了，20年的时间哎，隔壁如陌路啊，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。包括我想问你，比如说过去一个世纪，就是几十年，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瓦解的一个，而且我们对乌托邦有很多的警惕，就是它是充满了灾难。但对您来说，有一个乌托邦的存在，对于一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人安宁不至于寂寞，人是聚集的动物，人不是孤独的狼，人不孤独，就见贤而思齐，因为人家群众的眼光叫你改变。
你可以选择若干程度的隐退，但你不能逃避你的责任。在二十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有那种花果飘那种哀叹的感觉，无力的感觉。为什么在您身上，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强的一个 motivation， 我要去做什么？第一是战乱之中一无所有，一无所靠。嗯，我们居然能够读完书，个人情形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说一句话，说我的事不是在书房里边而已。在后来我有台湾的舞台可去做，感到一个有大事情可以投入，做做真不想到自己。而当两岸之间沟通的时候，还我自己每年会去看考古，新的考古的成就，别人在书上看见，我在地上看见，地底下看见，但我也尽了我的力，向考古界的同仁主办培训，别处考古的假设如何，技术上如何，得到成果怎么样，怎么样解释，可都告诉他们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没地方用，这个就不会有花果飘然之感。嗯，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我们某种等于缺乏主体性、缺乏自信的一种状况嘛。对，而且您这代是在他们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吗？那您觉得我们是可以很快就走出去了吗？或者说怎么面对这么一个状况呢？嗯，我的看法是2000年代是中国很重要的转型期。嗯，2000年代出来念书人带回去，说实话有超过一半是空的。嗯，绝大多数没有深入，绝大多数没有在海外做过真正的集体研究，或者一个大的学术社会里边大家的互相砥砺、互相切磋、互相批评。嗯，那一段人回家，空卖空，后来是没有本钱站起来。嗯，能够站得住的人很少。嗯，那么现在我不能说在衰退。我看见在改，看见年轻人的渴望，所以我舍了。老骨头散了也无所谓，我舍了。但是我不愿被利用，所以要诓我怎么样，我不愿意。嗯，那你现在回顾？您93岁了，那您现在回顾过去，还有什么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呢？但杯不见九州同啊。嗯。别人可以不懂不杯九州同。我在抗战那边长大的人，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。嗯，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，30000000的人被杀。我不知道，不能忘，忘不了。尤其因为在同样时期，我们农村住过，城市住过。你惨，对，您最近好久没哭了。嗯，最近忙别的，来不及想这些了。嗯，
世了，我要埋葬在家乡，我们买了坟地，碑都刻好了，就在父母旁边，父母走了就吩咐我对他们做承诺，可能将来我们会回去的，我想念我父母，在我想念之中他们没死，虽然这时候无灵，但我宁可相信他真有灵，我宁可相信我梦里见到的父母是真在那儿，我宁可相信母亲摸摸我的背，痛不痛，摸摸我的脚，说这里差点药吗？这个是一厢情愿，但是宁可相信四个字，你懂不懂？那您现在想起来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时光？最有创造力、最开心、最绽放那种感觉？我创造力，我你看我这学问不是创造的，我这学问是累积的。以我生活而说，我个儿子带他玩儿，跟孙子跟他讲故事，跟他一起看电脑卡通片，最快乐时期是我自己看见了曼丽，一个不是天上给我，而我自己两个不同人碰到了一起的，这是最快乐的时期。许先生，他们说您得休息休息了，是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妈咪啊，啊，我要方便，好，过来呀，那边自己去拿点那个，好，没问题，吃啊，这个今天早上刚烤出来的，所以非常好。你要不要这个食谱？写好的，你只要照着想就行了。菜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把它放平一点点，这样就清楚一点。我人家一起拍。啊，再把这个带着，好啊。您知道上次您讲那话，我们那集播出来之后，那他们就觉得啊，您怎么这么的乐观开心，然后那种觉得太好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跟你讲，2019年是我的青春期的顶尖，然后掉下来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这个，谢谢这个，所以这4年哈，其实我改变很大。嗯，
这四年就面对现实了，嗯，面对现实，因为你看他的健康情形，一下子就是不能够走路了。您那时候来他开拄拐让他过去，对不对？他坐轮椅上头，就他整个他的生活改了。嗯，他的生活改，我就跟着改。嗯，于是呢，你现在想想看哈，一个人从早上起来到晚上这一天，你要做多少事？嗯，不要替他做。嗯，对不对？好在就是我们从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在旁边，总在旁边，所以不是新鲜事。嗯，可是是工作量太大。嗯，你看从吃喝拉撒。啊，到穿呐、啊、洗呀、啊、什么喂饭呐、啊、什么东西，通通来。那我倒没有觉得说是不能做，而是说来得太突然。嗯嗯。如果说他这个是一步一步来，那我就慢慢适应下来。所以那个前面那一年是很辛苦，他也辛苦，我也辛苦。你没发现我瘦了很多？嗯，瘦了好多，漂亮了。这也无所谓。哎，完全没有觉得，是到那边去做体检的时候，一站上去，怎么少了15磅？哇，整整15磅啊！你这15磅是两个衣服码，小了一号。哎，小了不止一号，小了2号。嗯，那所以那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，可是就是很明显的，你事情一忙觉睡不好就出问题了嘛。所以现在开始就奋斗这个睡觉的事情。嗯，真的很大变化，因为他只要在我就不能跑，他在家里一个人待个1个钟头两个都不会出问题的。可是他自己没有安全感。嗯，他觉得家里旁边没有人。嗯，他就觉得害怕。所以我说，那你既然害怕，那我就陪你吧。像我现在我出去，我顶多就是半个钟头。还有呢，他这个老先生，人家年纪大了以后呢，人家想他妈妈的菜了。嗯，对。那幸亏呢，他妈妈的菜我都吃过，我没做过，我吃过。所以我们做腌笃鲜。嗯，腌笃鲜啊，腌笃鲜，就又回到小时候了没？他这么一圈回来了，现在就是返老还童了。嗯啊，我常常跟开玩笑嘛，我说你是个千里马，你要找我这个伯乐，你没有这个伯乐，你这个千里马跑不动。这一点我是觉得我是很自信的。那你知道很多婚姻的问题啊，就是他总是觉得这个，我还有谢谢他总觉得说是我们结婚以前我们两个争争吵吵没关系，等我结了婚以后我就想办法治他。嗯。你知道吗？我听到很多这种事情，都是这样子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吵吵就吵吵，结婚以后就好了，结婚以后就好不了，你结婚又更吵得厉害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啊，我怎么说他呢？哈，这个生活都是小事情，你价值观一样了以后啊，就什么事情都解了，都解。那还有呢？还有人会觉得。婚姻以后夫妻两个人就必须天天黏在一起，没有这个事情，夫妻之间要有空间。你如果有了互相信任以后，你做什么都无所谓，你做什么东西他都能理解，两方面都能理解。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你婚姻不是把人绑死，是把人给激活。嗯，您知道那个您讲话大家好多女孩子就特别佩服您嘛，但是他们有时候也觉得他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，生活确实也围绕许先生展开的，他本来可以创造一个更大的一个自己世界，他们会这种疑问。对，这个事情哈，我跟你讲哈，我是经过一个过程的。嗯，因为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儿子才8个月嘛。嗯，那小孩不是看小儿科医生嘛。嗯，那等到要去的时候，我想我跟医生怎么说呀，我连中文都不会说，还要说英文呢，这怎么办？好了，就立刻去注册，一门心理学，一门生物学。而且我这个人最有毛病哈，就我不上就不上，我不念书就不念书，我要念我非得个 A 不可。嗯，所以我回来我就念我的书。你回来一看，这一老一小啊，嗯，可怜的嘞。想想看，这两个人家里过的什么日子？所以我就挣扎了，我很挣扎，这件事我相当挣扎。挣扎了一阵以后呢，想通了，不念了。嗯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，啊，那个过程。挣扎了很久，是因为我们从小教的你就是要念书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，那念书就一直往上走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后来呢，我就说还是靠我自己想，因为你眼前看到这两个人，你能够说出去不管他们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不可能不管他们。许先生后来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他觉得他倒也没有，因为我们两个的生活哈跟别人不一样啊。你看我在家，他在外头，他每天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把他一天的工作都跟我讲一次。嗯，所以我从来没脱节。告诫一下是吧？不告诫，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，跟谁讲话了，跟谁见了面，干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都知道，所以他的朋友啊，什么学生，我都几乎都清楚。嗯，我后来就找了这条路，就做义工去了。嗯，就给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切口，切入方式啊。对，那10年我的语言进步了，我的交了美国朋友了。
后来好几个学校他们居然就特别假面说我们可不可以请许太太再来，嗯，他们说你糟糕了，你变得